可以，买吧，钱不是问题。牙医认真起来原来这么厉害，人不可貌相，天命腐朽，逆商无能，天下英雄唯凯文和我耳。以前有个叫后羿的年轻人，想拿轩辕剑去射太阳。 Ronia 拿谁的核心不好，拿李律的，那玩意儿就是个灾星啊。有我出马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回来啦！天气这么好，一起多逛逛吧。飞起来了！嘿，节奏。稍微休息一下，养精蓄锐。准备好了，来打我呀！飞起来了！不击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胜利者的姿态怎么都看不腻呀！